这自古以来，劫财劫人，这是两条道啊！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走。我们其实盗窃犯有两杀人犯，有人把他弄死了，然后想找人顶包，都是我们其中一个做的。明白了，两个酒杯，一个人，没得明显的外伤。他是不是被毒死了？一共有两个伤者，其中一个是给我的，那另一个……那第一个呢？不要说话，影响我的思路。鬼呀，人所归为鬼。你知道这人啥子秘密吗？不要啰嗦，打断老子思路了。想不想啊你？你得相信我，老子是你的传子。与其相信男人的嘴，不如相信宋千里。这事儿越来越有意思了啊！你以为老子是瞎的？谁不把这事儿说清楚，谁碰出去？我们都会正正经经的说点正事。万一，我说万一啊！盗窃罪。3万到10万都算是数额特别巨大，判10年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，还想晓得啥？